哇，你们俩在这里好像领证的感觉。后面是这个湖叫做什么湖你们知道吗？它叫做抚仙湖。今天你们两个一站在这边变成爱琴海了。会说话。今天在这个当中你们要一起写下你们的宣誓的承诺书，一起找到共同的健康的生活方式。猜猜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。但是门已经锁起来了。来，赶快先写一下。OK， 我好了。两个人不能互相看。大陆可能很少写心里这些的话。我觉得他们的这个承诺书应该是起码是前几封吧，不像我们那个承诺书已经承诺了很多次了。哎，是哎，不是，等下，你不是承诺书是保证书吧？哎呀，各种检查都要写。你有没有写的时候是跪着的？跪着是没有，哭着的时候是有。先注视对方三秒钟。我们是不是要这样一下？王大陆、蔡卓宜即将进入到我们爱呀好身材伴侣营，那你们必须要将你们的承诺告诉对方。我王大陆。我蔡卓宜愿意和王大陆成为运动伴侣，一起加入爱呀好身材伴侣季。无论他有没有完成 KPI， 我都不会和你分开。我愿意遵守营地规则中的一切，然后遵循教练的安排。有爱善待其他伙伴，我愿意在这个节目之外的日子继续和他一起运动。看这一块，看这一块，哎，还要交换手表，交换，这样还要交换运动手环，一戴上就千万不要摘下来，对，要不然会有惩罚，对对对对对，真的假的？哎，我就告诉你吧，王大陆，彩彩，你看一下对面那个岛，就是如果你摘掉，你就会去那个岛。Yeah. 这不是哎，还没结束，最后戴完之后还有彼此拥吻啊！认真的吗？有，每个人都有这个环节。你们这些女生瞎起哄什么？吃瓜群众，你知道吧？你都是长辈了啊！真的，一点都不端庄的。哎！我随便开玩笑，没有叫你们亲，你干什么？傻孩子！欢迎你们加入，我们大家每一个给他们一个 give me five 好不好？来来来来来，耶耶耶耶耶！耶，加油啊！谢谢，欢迎你们，谢谢，加油！